玩青春水门啊，一定要谨慎对待三人之师啊。有兄弟给我发了一个视频，是相当的炸裂啊。水门在释放神速的时候被三人之师的大招给抓了，然后就卡在这里不动了。金箍棒立在那里，还有一个眼睛看水门，仿佛在嘲笑一样。关键他还能受到攻击啊，能被金箍棒不断的刮，这也太羞耻了吧。不知道这值不值200金币呢？这个时候肯定就有兄弟要问了，那你这官方都看不见，他怎么给你赔金币呢？问得好啊，三连多了不就看到了吗？Nice.